大家好，我今天介绍的物业是位于大坑道上少少一个半山区宏丰台 4A 至 4D 高层的单位。这个单位数面积是1445尺，三房两套连一个车位。一入门口就见到个好大的客厅，摆放了两排的大梳化。饭厅放了一个好大型的餐桌，接着就有个大露台。由厅望出去的景观都好开扬。主人套房是可以通去这个厅的露台的，景观都好靓啊。主人房套厕，第二间套房都好大啊。浴室是用上浴缸的。第三间睡房都好大啊。最后是厨房同埋入面的个人房，厨房都好多设备。多谢收看，如果大家对刚才的物业有兴趣的话，请随时联络我，我是利嘉阁 Katie。